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。这个圣诞礼物呢，它的好处就是，你知道人最冷的时候就是耳朵最冷的，对，所以它可以保护它的耳朵，多好！你看，对，这个好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在你头上面，就只有这两个，所以是好的。你没看到拿他的，他完全无法抬头看我。